最近周冬雨工作室晒出一组周冬雨的性感照，照片中的周冬雨穿着白色吊带裙，露出迷人的锁骨和香肩，清新甜美，气质出众，又不失鬼马精灵的样子。没想到这次周冬雨的小学生身材竟然有点小性感。从这一组照片中，我们能够看到周冬雨虽然穿着同样的白色吊带裙，但是此时却更显得成熟妩媚许多，忧郁的眼神中带有深情，不愧是演员，表情动作都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据悉，这是周冬雨在央视五四晚会上的造型。在五四晚会中，周冬雨获封2018年度五月的鲜花优秀青年演员，真是厉害了。发表获奖感言时称，要身体力行，会继续努力做新时代的好青年，带着优秀青年演员的身份做好每件事，先自律才能给当代青年带去正面的影响。近年来，周冬雨一直秉承着踏实诚恳谦逊有爱的态度不断成长。作为身披多项荣誉的90后电影小花，周冬雨以身作则地表达着年轻人该有的态度，低调参与过许多慈善活动，充满正能量的做事准则，不断影响着大众。